去年的时候我老爸刚过世而已。过世了之后，因为我妈身体也不好，我妈的身体也不好。啊，那时候刚好在我老爸过世后两天，那个医院那边说我妈状况不太好，叫我们我今嘛讲的便宜是护理之家，然后来搞完说归去奇美。啊，奇美那时候在都说过疾病嘛，啊，那时候在医院救治啊，怎样嘛？啊，那时候在奇美大概住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，哦，一个礼拜左右，状况不好。啊，那时候医生就跟我们讲了，叫我们签放弃啊什么的，那时候因为做人惊是谁嘛，老爸当阿兄呢，老母阁像安尼，你有当时啊心内无法度去接受啦，啊啥货啦，啊当然我有过来甲吵啦，我讲我啊你慢慢安尼就，我老爸当走尔，啊你又随便让由我老母等你，啊啥物货，啊其实来讲那时候医生那些他的生命迹象状况都不好，血压很低，血氧剩五十几而已哦。血氧哦，剩五十几而已哦。啊，就是那一天我那时候刚拄好去扛大架，因拄好拜六来去扛大架，因讲我无法度来，我来就医病，爱讲去发病用的嘛，爱用用的无，因为我们迄阵啊有啊，我们母啊按到按疫苗来，哦，伊就讲，伊就啊，我母会到处理了，会过来食在身边啊扛。安尼尔，过两天尔，什么正面迹象都起来了，不然那两天真的很危险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医生甚至跟我们判断说在这几天而已。啊，结果因为可能我有较差的款啦，啊，伊可能知影我心内无法度接受，所以讲过加阮母啊，过加我要啥个月，啊，所以用托阮爸爸咧过。啊，这不是讲安啦，这是我的感受啦。因为我这样当下真正无法度接受，啊，我有过来，我有趁是伊一边有一挂烂棒的时阵，我叫阮小弟仔遐，我过来庙里拜拜。啊，我伫庙里遐有加好，有加差，我真正有加好，有加差。啊，伊有可能看我安尼，好叫阮母仔食几口。啊，当然啦，这是一个生命有数啦，这本来就是有，哎呀，只是说短时间我伊可能较疼惜我的时阵，知影我一只心情足歹的，啊有较差，安尼的话，当然我是毋知伊安怎用的啦，啊用到伊有加阮母的，我说我感受会到，啊无医生迄阵啊当下已经判断是安尼啊，啊当然即款啊拢。医生的四轴车，我嘛是四轴车，我只有会当做的方式就是爱加差尔。啊，当然最后是去世，这是没有错了，只是说有让他多走那一段路的话，我的心里比较可以接受了。